来，我看这题哦。他说彩票公司每天开奖一次，从12123三个号码当中随机开出一个。开奖时如果开错号码，和前面一天一样就重开，一直开到和前一天号码不一样为止。假如说今天第一天开错号码是几号？三号。问你第五天也是开出三号几率是多少？来，这里哦有两种算法，第一种画速算图慢慢讨论，第二种呢用什么？用转移矩阵来算，好吧？我们先看一下画速算图好了。来，第一天的时候，题目说开错号码是几号？三号。那第二天呢？第二天可以再开出三号吗？不行。换句话说，所以它不能跟前一天一样嘛。换句话说，就继续重开嘛。所以开到不一样为止嘛。所以第二天开错号码可能是几号？一号或二号。同理，第三天开的时候，你去想想看，他如果开出一号，那第三天只能二号或三号。他开出二号，那第三天是一号或三号，对不对？不要跟前一天一样失效了。那第四天呢？你开出二号的时候，第四天只能一或三；开出三号时，第四天只能一或二；开出二号时，第四天只能二或三；开出三号时，第四天只能一或几二，对吧？不能跟前一天一样失效了。第五天呢？所以说你再看一下第五天，我开出一号时，第五天是二或三。开出三号时，第五天是几？一或二。这一号时这边是二或三，这二号时这边是一或三，这二号时这边是一或三，这三号时这边是几？一或二。这一号时这边是二或三，这二号这边是几？一或三，这样行不行？可不可以？可以哈。所以说老师问你，第五天开出来有几种情况？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三四十五十六，有几种？十六种。其中开出三号有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，有几种？六种。所以再把约分约掉，所以答案是几？八分之三，看行不行？可不可以？可以哈。好，这第一种，我们画速算图来算。第二种，好不好？我们可以用转移矩阵。如果说你学过高二学过矩阵，同学，你这时候可以用转移矩阵来算。这样行不行？行哈。我们转移矩阵算的时候，你去想象一下，好不好？哎，它有三种结果，可能是现在开一号、二号、三号，明天开一号、二号、三号，这样行不行？那你去想象一下，今天如果说开一号，明天可以开一号吗？不行，零。那开二号和三号一直重复抽，其实抽签几率不一样，一样。所以抽到二号和三号几率都是几？二分之一，二分之一，这样行不行？同理，今天是二号，明天是二号几率是几？零。啊，抽到一号和三号几率是几？二分之一，二分之一。抽到是三号，明天抽到三号几率是几？零。所以说，这时候抽到一号和二号几率都是几？二分之一，这样行不行？所以第一步，先把转移矩阵写出来。写出来时，第二步开始计算了。我今天要透过这转移矩阵，零、二分之一、二分之一、二分之一、零、二分之一、二分之一、二分之一、零，这样行不行？来，我第一天抽到什么号？三号。所以说，第一天，好不好？三号几率是几？百分之百，行不行？这第一天。所以说把第一天算出来行不行？麻烦你把转移到第二天，这样行不行？转移到第二天行不行？麻烦你把它乘起来，把列函乘起来，零二分之一二分之一乘起来自己二分之一，列函好不好？二分之一零二分之一乘起来是二分之一，列函二分之一零乘起来是几？零。所以说第二天的几率，所以第二天你可以看到，好不好？出现几号？一号几率是二分之一，
2号也是2分之一， 3号接近4起 ,0。好，把第二天算出来时再去透过这个转移取胜，再去算出第几天，第三天，这样行不行？可不可以？可以齁， OK， 透过这转移取胜，对吧齁，第二天事情二分之一，二分之一零，行不行？老师写一下齁，这是第二天，转移到第三天，好不好？第三天，第三天把它乘起来，一样，列函零，二分之一，二分之一乘起来四分之一，列函二分之一零，二分之一，对吧？乘起来是几？四分之一。列函二分之一，二分之一零，四分加四分之一，四分之二，这样行不行？好不好？你每次算出来时加起来有没有一？有，所以第三天算出来了。好不好？可以后再来算出第三天，零二分之一，二分之一，二分之一零，二分之一，二分之一，二分之一。零，这样行不行？第三天是几？四分之一，四分之一，四分之二。透过第三天再转换到第几天？第四天，这样行不行？透过第三天再去转换成第四天，这样行不行？零，二分之一，二分之一，零，二分一，二分之一，八分之一，八分之二，算出来是八分之三，这样行不行？一样，列函二分之一零，二分之一，八分之一零，八分之二，算出来八分之三，这样行不行？请后再来，二分之一，二分之一零，八分之一，八分之一零，算出来是八分之二，这样行不行？你要把加总起来有没有一？有，好，所以算出第三天之后，再转换成第几天？第五天，老师写上来好了，零，二分之一。二分之一，二分之一零，二分之一，好不好？二分之一，二分之一零，这样行不行？来，第四天事情啊，八分之三，八分之三，八分之二，转换到第五天，这样行不行？各位，可以好，所以说这是第四天的，再转移到第五天，这样可不可以？哎好，一样把它乘开，好不好？ OK， 把它乘开，列函零，二分之一，二分之一，十六分之三，十六分之二，算出来是十六分之五，二分之一零，二分之一，十六分之三零，十六分之二，十六分之五，列函二分之一，二分之一零，十六分之三，十六分之三，十六分之三。十六分之三零，所以加起来是十六分之六，这样行不行？所以说我知道第五天还是出现三号几率事情，十六分之六，所以约分约掉八分之三，这样可不可以？可以好，所以说我可以说过转移取胜来计算，这样可不可以？可以好，你参考一下啊 ，OK。